亮丽居然生活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吗？姐姐，姐姐你没事吧？姐夫，老陈，我的孽子，姐姐就遇了危险。居然还要被弟弟保护，是自杀。是你一直在守护着我吗？这样教你的，遇到任何情况都需要保持冷静。把妈妈还给我。好啊，只要你能越过这条线，我就把你妈妈还给你。毫无章法，龙浩辰，你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吗？是自残。重感情是好事，但愤怒并不能让你更强。会让你失去判断。愤怒只会让你失去生命。这孩子竟然想用身体做赌注。连自己的命都不要，拿什么保护你妈妈？我不要你救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一定要保护我妈妈。居然被冲破了，光明之力一旦暴走，浩辰将永远失去意识。什么？龙浩辰，快集中精神，掌控灵力。光明之子的力量已经完全暴走了。
想想你妈妈，你不是要保护她吗？这叫平安绳，能保佑你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谢谢妈妈。仅凭对妈妈的执念，就完全掌控了光明之力。浩辰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真正的光明之子了。这孩子差点出大事。希望他好好反省，以后别再冲动了。晨晨，你醒了？妈妈，你没事吧？老师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星宇老师他没有欺负我，你回来的时候他正在替我疗伤。当年的事你别再问了。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还有你的病久治不愈，是不是都跟魔族有关？玉儿，而且我们早该告诉你，星宇老师他其实是你爸爸。爸爸？啊，爸爸！十年前，人类与魔族有过一次重大战役。你父亲在那场战役里身负重伤，我也被魔族掳走。之后，妈妈遇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爸爸，所以一个人躲来这里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我已经怀上了你。这十年也是我最灰色的十年，我寻遍各处想要找到你母亲，哪知道还迎来了你。你母亲本想直接告诉你，但我担心你接受不了，所以先以老师的身份和你相处，结果
越来越难找到机会开口。这些年一直以为自己没有父亲，过得很辛苦吧？龙皓晨，我骑士圣殿龙星女对你表示最珍重的感谢，谢谢你这些年来替我照顾白云，是你弥补了我无能带来的后果，是你替我完成了守护的诺言。白云是我最心爱的女人，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而我却没能陪在你们身边，所以你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愿意认我这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吗？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你，仰慕你。从小，别人说我是没爹的孩子，本来我从不在意。可是，跟你相处的越久，我就越会想，如果你是我爸爸，该有多好。所以，我并不怪你，也不讨厌你。我只是从没想过，会有一天，我也可以真的有一个爸爸，竟然还是我在仰慕的人。谢玉老师，我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叫你老师，还是。Thank you.